来。出了放半开花，这样子不行。两个外野手，好啊，那你投其他的好了。哦，好球哎，等一下。投局球也可以的，好，错不错，哎，也还不错，内角就一角球就 OK 了。外角杀手，哇，哎，好可惜哦，那我喜欢。哇，错哎，这个比较快。快吗？对啊。嗯，黄球，黄球，黄球要压比较多一点，然后局球不用，对啊，你可以投一种就好，因为两种手感不一样，黄球比较需要压。哦，不错，这个高度可以。